我写的也是一轮的排那个舞的时候那个喵的，然后一直在哎，你都把一轮放在中间怎么做那个猫的，对吧？很期待看他的在舞台上面的表演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一轮晋级了嘛？是的。你觉得他实至名归吗？当然了，如果看这个表演的话，我就不会知道他是没有跳舞功底的。我们不可以投自己组嘛，但是如果我要投，我是也是会投他的呀。对啊，他好的那个就一开场我就觉得哇特别有那个气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不。我都替他很开心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在排那个群舞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他的那个梦梦的样子也是很可爱。这个声音在正中间，加油！所以我觉得啊，都踢得很高，很高，很开心。然后他的老师也就感觉要哭一样，他的老师也是很拼命嘛。我就说，他也跟我说，哎，我们每一期都是在那个底啊，然后每一期都有不知道为什么要再 PK， 然后又怎么的怎么，他们都好辛苦的样子啊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就是很值得的，很值得的。